你昨天救了我，你是什么任务？我听不懂啊！我只能三个你待在一起，当你有愿望在，我必须去。你别动，别动！！你饶了我吧。我要昨天的。你要面条。别！你不是有猫星的朋友在这儿吗？别骚扰他们吧。但我现在只想骚扰你。我们是朋友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我关心全，所以我们是朋友。一起睡。小熊，你怎么了？冷静一下，冷静。你知道吗？刚开始见到你的时候呢，我觉得这女孩怎么跟神经病一样啊？不是今天在这儿惹点事儿，就是明天在那儿闯点祸，需要我去注意、去观察、去保护。你要知道啊，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成为猫的报恩对象的。但是我慢慢好像发现，不是你需要我，是我需要你。谢谢你，小熊。我喜欢的。就是这样的。你居然背着我偷偷喂别的猫！你家里已经有一只猫，你还出去喂别的猫，你这就是不忠！行，那我以后也喂你，光明正大，一视同仁。爱奇艺 ，Strange Name，Amazing Shows。